大家好，我是金良 不好意思，那个我今天提案的部分的话是，我今天提案的部分的话就是那个叫做 LLM 我的家乡。那因为大家应该都已经有用过那个 ChatGPT，那 ChatGPT 上面来说的话，其实可以提供我们很多很有用的一些帮助。那不管是资讯，或者是提供我们一些那个整理过后的一些内容，那但是我自己在使用 ChatGPT 的时候的话，就是说，当我要查我自己的，我是一个爸爸了，所以说那个我有两个小孩，那个就是有时候就会想说，那到底要带小孩去哪里走一走的时候，就会想要去那个 ChatGPT 问一下，可是我问到资讯像这样，他给我的那个台中五个适合亲子同游的公园的话呢？他五个里面有三个是错的，那这样子实在是有点悲惨哦。就是，其实当然，大家可能想说，有时候其实 Google 也可以查，但是 Google 查的话，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，其实我们只是因为在时间的压力下，或者只是在一个只是需要一个答案，并不是说要去 Google 那一个个搜寻列表之后，然后去打开之后再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。那我们其实并不是一定说就是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做这些事情。那我觉得在 ChatGPT 来说，它就可以给你一些很简洁的内容，而且可以很及时的帮助。只是这个内容必须要是正确的。所以说的话，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的部分。那我们希望做的部分的话，就是说有三个目标。第一个的话，就是希望先六度的话，能够先各有一个那个它的LLM，就是大语言模型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把我们的那个在地的资讯加入。而且呢，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加入部分是一些实在的在地资讯的，就是说，大家在地人在使用上面会有感的，因为毕竟既然是透过 ChatGPT 给我们讯息啊，不是 ChatGPT 透过这个 LLM 给我们讯息的话，我们希望说它就是让我们可以很容易使用，而且真正会有帮助到的讯息这样。然后所以说的话，我们就希望说大家在 Google 里面查的部分的话呢，你在 Google 里面常常会查的部分，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那因为现在来说的话，是已经有一个叫做台湾妈妈的这个部分呢在前面，而且他已经有把一些繁体中文的语料都有放进去了，所以这个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帮助。那他目前已经发现还解决了问题，就是在这边也可以看得到为什么 ChatGPT 可能有些状况不行，因为这边他就是问说高雄的一个二地井是文明的是什么？那他给出的回答只有，就是他训练完之后才会是田寮月世界。那这个我们在地人可能就都会知道，可是对于这样的讯息来说，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其他的部分。那目前的话，台湾喇嘛还有一些问题还没有解决，就是我刚刚的那个问题，其实另外他的给出的答案的话，其实还是都有一些状况，这个是我们可以努力的部分。那时间到了，那我们希望找的人就是这三种。欢迎有兴趣、有好奇的人都可以欢迎来找我一起谈，谢谢。